对不起啊，刚刚我父母没有打扰到你吧？嗯，没有打扰。你父母很可爱。阿罗，我今天来找你。 因为我想和你谈清楚，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突然变了，好像你不一样了，还有对我好冷漠。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吗？你可以告诉我。嗯。 杜拉的事对吗？不是，和杜拉哥的事无关。我和杜拉哥只是兄妹关系而已。那你和我呢？ 你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真的不能对你有超越朋友的想法。是吗？It's a cloud.